白话佛法是卢台长用生活的语言来讲解高深的佛法，既从人生的哲理上来解释，又用日常生活中浅显的例子，在白话佛法中领会深奥的高层次的佛学理论，开启我们芸芸众生的佛性，修改我们的命运。请收看卢台长的白话佛法。所以很多人一个小不忍则乱大谋，有的时候你看到了眼前的任何事情还没有发生原则性的变化，实质性的变化，只是外表的烦恼让你想到了我想要去改变它，我想要去让它变化，那么实际上你真正的变化还没有。那么这就是我们人的心态的转变，有的时候就是一时的冲动，后悔莫及。有的人知道自己今天的冲动会坐牢，会打官司，但是他还是这么冲动的去做了，这就是说明这个人根本不够控制自己的能力。师父在这里要告诉你们一个小故事，跟这个师父说的有关系的。有一天有一个小和尚挑着水桶，好不容易打了满满的一桶水，刚刚走了没多少步，一颗石头一滑，整个滑倒，自己呢摔了一跤，还被吓了一大跳。辛辛苦苦从大老远好不容易打上来的水全部洒光了，一时他非常的愤怒，用脚踢这些石头，而且这个心里嘴巴里还在骂，都是你们不好。这时候脚一踢，不但人滑倒了，连水桶都摔破了。事后呢，他就去问自己的禅师，他的师父就跟他说，孩子啊，你先坐下，我和你讲个故事好吗？你听师父跟你讲一个故事来平息一下你的情绪，冷静一下，否则你做什么事情都做不好的。这个小和尚就说了，那师父你告诉我吧。这个禅师呢就开始说，曾经呢有一只骆驼在沙漠当中行走着，正好在太阳像一个大火球的正午晒得它又渴又饥，就是又嘴巴干又饥饿。在焦急万分的时候，他一肚子的火不知道往哪里发才好。正在这时，没想到一块碎玻璃片把他的脚掌给弄破了一点点，比较痛，但是呢还没出血。这个时候呢，这个骆驼呢又饿又疲惫，累得不得了的骆驼火冒三丈，他抬起脚啊，狠狠地将碎片呢踢了出去，却不小心呢把他原来的伤口撕裂开来了，伤口加深，鲜红的血从骆驼的这个脚底流了出来，染红了沙子。这还没完呢，生气的骆驼只能一拐一拐地往前走着，走出的血印子引来了在天空飞行的秃鹰。大家知道那些天上的秃鹰就是闻到血迹他们就会飞过来的。骆驼被吓得往沙漠边缘狂奔，想躲开它，疲惫再加上流血过多，无力的骆驼仓皇当中
没想到又跑到了一处食人蚁啊，他们的巢穴当中，这食人蚁啊，就是吃人的蚂蚁啊，很大的。他们那些食人蚁一闻到鲜血啊，那些黑压压的就像骆驼扑过来。不一会儿，可怜的骆驼就鲜血淋淋的倒在了地上被这么几万只的这食人蚁啊，蚂蚁的蚁啊，就是啃了啃光了。禅师讲到这里，对小和尚说：孩子啊，你知道骆驼在临死前他最后悔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吗？这时候小和尚终于明白过来，说：师父，骆驼最后悔的是不应该跟一块小小的玻璃碎片生气啊。我们学佛人从这个故事当中就要懂得，遇到不愉快的事情的时候，一定要平息自己的情绪，冷静一下再对待这件事情。就像师父经常跟你们讲的，自己心中有结的时候，你先放一下，先不要去碰它，不要去过去，先放在边上，否则你会造成让自己后悔莫及的事情。我们生活当中就是一样的，遇到不开心的事的时候，我们很多人暴跳，我们很多人失去了理智和冷静，这样会影响你的心胸啊。所以学佛人心胸坦荡，善待生命，善待他人，你才能善待自己呀。所以成就人生的大事，那需要有超长的承受力。一个能够成功的人，他是有超过常人的那种承受力和忍耐力。你去看任何一个成功的人，他一定有忍耐力的。这样我们学佛人每一天的念经、吃素、学佛、救度众生，不就是靠着我们的忍耐力吗？当我们有一天进入了西方极乐世界当我们进入了心灵净土的时候，别人羡慕这个时候你真正的享受到天界的那种快乐的时候，那就是靠我们现在一步一步这么踏踏实实的忍耐走过的。所以走向成功要学会克服困难，喜怒哀乐只是我们人之常情很正常的。为什么有的人碰到事情就会怒发冲冠呢？有的时候就是暴风骤雨而有的人不管碰到什么事情总能和颜悦色、春风化雨呢？这就是内心的平衡点掌握的好与不好。遇到不愉快的事情，要调整自己的心态，调整自己的情绪，多想一想，这个事情一定会过去的。生气的时候，多问问自己，你有没有时间再去气这些事情？你有没有多少的生命再去浪费在那些生气的事情上？所以真正学佛的人要懂得，是非天天有，不听自然无。所以是非天天有不听还是有那么是非天天有，
你每一天都是在找理由。台长讲，心中无是非，你自然心中无是，自然无非呀。当一个人拥有了你一点财富，并不是你拥有的，那是借给你的，暂时你帮别人在人间保管这个财富，因为当你离开的时候，这些财富又归于别人了啊。所以不要去贪图人间的多少啊，我们不要自以为拥有财富了，实际上我们人很容易被财富所拥有啊，因为当你被这些财富所左右的时候，你就像那些借房贷的人一样，每一天被困在房贷之中啊！你不打工不还钱，那你的利息加上你的本金，就像一座山一样压得你喘不过气来。所以我们做人，不管我们是否有名有利，是否我们有没有财富，或者我们很穷，永远不要因为一件小小的争执而远离了你的佛友和你的亲朋好友，因为这些小小的怨恨在你心中会忘记别人曾经对你有过的恩情啊。所以不学佛，你就是个人；学了佛，你就是个圣人；能够开悟了，你就是个菩萨；如果能够正等正觉了，而且彻悟了，那你就是个佛。所以学佛的人，永远不要去犯人类最大的错误，就是不敢承担圣人的心和拥有菩萨的慈悲心啊。所以我们学佛人要学会包容那些意见跟你不一样的人，你的日子反而会好过，不会过多的去后悔，多听听别人的，你自己就会改变，你就会减少你在生活当中的痛苦。你要学会容忍，你才能改变别人，因为很多人执着于改变别人，每一天想去纠正别人，而会造成给自己更多明天的后悔呀。好，那个师父呢跟大家讲一个啊这个故事啊，这个故事呢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从当中呢可以啊听得出啊这个很多的人生的哲理，人生的哲理啊。从前呢，在一座茂密的深山当中啊，有一只叫居奇的老乌鸦，它生了几只可爱的小乌鸦，在一棵大树上，它非常喜爱它的小乌鸦。这个老乌鸦居奇呢，常在深山丛林当中呢玩乐，日子久了，它居然和树林上的一只猕猴啊，猴子啊，做起朋友来了。他们友情非常的深厚啊。游居在附近树林当中的毒蛇呢，他每一天呢窥探的老乌鸦生的那几只可爱的小乌鸦啊，常向那棵树上凝想着。老乌鸦和猕猴因为看着，如果哪一天等老乌鸦和猴子不在的时候，他就有机会去把那些小乌鸦吞食掉，把它吃掉。有一天，
老乌鸦出去寻觅食物，猕猴呢也上山采摘果实，毒蛇觉察良好的机会到来，立刻爬进了这个乌鸦的锅里，把几只小乌鸦快速的吞食吃掉了，他就游走了。老乌鸦辛辛苦苦的找回了食物回来了，一进巢只看见几根小羽毛和一些血迹，于是老乌鸦突然意识到他的小乌鸦被毒蛇给吞吃掉了，他心痛异常啊！你看看这些动物，他也会悲悯啊，他哭了啊，非常的难受啊，小乌老乌鸦，他要为自己的孩子报仇啊，自己呢又不是蛇的对手，因此他更加的悲痛。这时候，猕猴采果回来了。见状大惊，就问这个老乌鸦，你为何这么伤心？老乌鸦就逐渐地告以小乌鸦被毒蛇吞吃的这些事情。这个猕猴听了非常的气愤怒骂道，恶毒的毒蛇丧尽天良，专门以杀生为业，悠闲偷懒，不务正业，看到比他弱的他就张牙舞爪吞食弱者，可悲的弱肉强食啊！这猴子非常有正义感。猕猴同情安慰了老乌鸦以后，毅然地对老乌鸦说道，毒蛇太可恨了我当为你报仇。说吧，跳跃而去。猕猴走了不多远，就在树上看见毒蛇在地上悠闲地蠕动着，他心中想到，可恶的毒蛇，你竟残忍地吞食了我朋友的孩子，我今天非和你拼个你死我活，绝不罢休于是猕猴以敏捷的身体跳到了毒蛇面前，扰乱了他的前进。毒蛇见状大怒，奋身来缠搏猕猴。敏捷的猕猴一个箭步跳跃过去，并再一跃上前，用力把蛇头抓住，拖到一块粗制的石头上，奋力地去摩擦。毒蛇终于头破血流，一命呜呼。猕猴把死蛇扔到山坑当中，然后欣然离去。老乌鸦见大仇已报，心中大感安慰。这个故事，当时佛陀了知道了这个故事这件事情时候说道佛陀当年在的时候说道，正义的猕猴他是菩萨的化身，为去除毒蛇，不让他残害其他的弱小生命而牺牲自己，宁可造杀业堕落，为了保护众生的生命。这个故事大家要仔细听非常有意义我们每个人活在世界上修行的人可以说学小乘戒律，我们是绝对不杀但是大乘佛法的精神是什么？不是执法不化，宁可自己堕地狱，但愿众生得离苦。所以伟大的菩萨的精神，那才是真正的救度众生的精神。从这个故事当中，可以让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心中有无数条毒蛇，天天在伤害我们的心，伤害我们的肺和我们的胃。
伤害我们的智商，伤害我们的能量。我们怎么样要用心中的正能量，像猕猴一样一个一个的把自己心中的恶魔给清除掉。我们要清除自己心中的魔障，我们不但要管好自己的心，更要把伤害自己内心的魔要赶走，要把它打掉。所以帮助别人，救度别人，不怕自己担业，那就是菩萨的大乘佛法的精髓呀。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先好好的自修，把自己修好了，但是一定要学会救度众生，这样你才能学会离苦得乐。今天就给大家这个白话佛法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我们下一次再见。